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葡萄造的鱼墨鱼啊，小铃铛。嘿，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新番快物语。嗯，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好了，咱们今天开的这个是小伙伴们强烈要求的复数幸运方块加纵深幸运方块，怎么好了吗？我已经开了。你就开始开了。这两种幸运方块，只要开出一种神器的话，就能扭转局面。小铃铛，你，哎呀呵，哎呀呵，你居然敢嘲讽我啊！哎嘿嘿嘿嘿，我错了，铃铛姐，看我那口气那表情多嫌弃你。哼，我就不带怂的，有本事你打死我，来求死。你确定？我只要能死，我这一辈子我都叫你铃铛姐。来，最后两滴血。你个垃圾，哼，你个垃、哦、我的天哪，锋利111的钻石。哎，为什么你无，为什么啊，小狗蛋被小狗蛋炸死了，木鱼被小狗蛋炸死了，咋回事？这个闪电要拿在手中才有无限复活。搞基，是不是什么都是差的？伤害是多少？3000多哎！你看到，你看我手中，就算你3000多又如何？来，有本事打死我！来，我就不带怂的，我告诉你，来，在电脑里内，你拍皮球一样拍来拍去的，哼，垃圾，哼！哇，什么衣服？好，设置个重生点先。看到没？我怕你们吗？看到没？我的欧皇气息，我告诉你，看到没？这么多复苏幸运方块，你感受黑暗吧？我都已经开到裤子衣服了。就算你就算开到了又如何啊？就算你开到了又如何？哥哥，你看到没有？这是什么东西？你要帮我吃一口？我告诉你，吃一口你就崩端。来，哥哥，我错了。你有吃的机会吗？来，大声的告诉我，你有吃的机会吗？好哥哥，我有一个好哥哥，从来不打我的好哥哥。哼，你觉得这一期你还有赢的机会吗？这个说不定呢，说不定风水轮流转，我就说不定有机会赢呢。你能不能把你那个让我着火的那件装备脱下？哪件是衣服还是裤子呀？我哪知道？现在呢？我把衣服脱掉了，应该是衣服。好像是我自己。帽子。我这个衣服好像之前都没开出来过个。没开出来过的，我身上这个，哎，为什么我还一直在死？还在着火吗？我都没穿那个衣服了，裤子我也脱了。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一直在着火？这个是永恒之火吗？哎，消灭了，灭了。那应该就是那个裤子，衣服穿起应该没关系。紧急效果的头盔。完了，炸了！让你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欧皇。好的，你被欧皇附体了。欧皇什么鬼？欧皇附体了。啥玩意？我看是个啥。你说啥就是啥。耶。
好，设这个重生点。我发现你们，裤子，找你，打不死的。我发现小伙伴们特别喜欢咱们两个受虐，真的。为什么？我没发现耶。你没发现这两种幸运方块开出来的装备跟怪物都特别变态的吗？对啊，然后打又打不死，我就跑呀。别逼我，我告诉你，别逼我。哥哥，你看我可爱不？你看我头像狗不？好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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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快来！你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不能轻易的狗带啊，狗带就完了。我会让你轻易的狗带的，哥哥，你放心好了。哎，我怎么是创，还是创造？来秋子 ，Come on，BB。比什么鬼？臭皮匠吗？没有，他们广东人 baby 就是 BB。 真的吗？嗯，说出来我咋这么不相信你？我骗你干嘛？裤衩子。在闪电的。其实我的愿望是同样的衣服吗？我哥是哥的，没有实现。哈，许这种逆天的愿望怎么可能实现呢？一个帽子，完了，这个大笑脸，这个大笑脸，你有印象吗？这个大笑脸，什么印象？你敢带着他自杀吗？我不敢，我的内心从里到外，从内而外，对，都是拒绝的。哥哥，你看呢？我敢打你。哎，我捡到个什么东西？我打你一下。别闹！我刚刚捡到个什么东西啊？我不记得呀，刚捡了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把它开出来，它就干什么偷我的幸运方块，走。没有，没偷。你别嚣张，我告诉你，我一下把你打回解放前。是，别告诉我青书剑。酷姐，你来打我一下，哥哥。不可能是青书剑，我不信他是青书剑。那你打我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傻？快来打我呀！来呀！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告诉你，我就不会怂。来呀！哼！不是青竹剑，你有没有捡到一背包的船？没有啊！我刚刚不是打的你啊！我刚刚是用这把武器制裁的你啊！哦，那船哪去了？可能清除掉了吧。我也看到那个武器了，附带闪电的东西。啥玩意儿？这个头盔。苹果，橘子口味的苹果吗？哎，我现在可以飞起来。什么玩意儿？橘子屁股的口。完蛋了，我又开始抖了。哥哥祝你好运。干啥呀？我又没死啊。我啥都没干呀，你咋啦？你刚刚弄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吗？你刚刚用了什么东西啊？橘子口味的苹果呀。你是不是用了那个什么武器？我没用啊，又捡了一下。我都说了，我现在不能轻易的狗带。给你，就这个武器。这个武器可以杀你吗？它没有什么耐久啊。出来份，总是要反的，凡事要留一线。我现在深刻的体会到了，你给我等着哈，你不要给我嚣张哈，我告诉你，我就不会怂，来，我已经把那个无限复活的装备给他丢掉了，我没死耶，真假的？真的，我好得很啊，我啥都没有，我抖动也没有抖动，哦，要有一定距离，哥哥，应该是有一定距离的范围之内，
啊啊啊！我知道了。我就说，怪不得刚刚我都没有死掉。我刚开出了个什么东西？黑蝎子。这蝎子应该是跟衣服是一套的。那个你要注意看啊，注意看啊，那个无限复活的那个东西千万不能用啊。嗯，千万不能穿啊。穿了就完蛋了。嗯。哟呵，在绝对力量面前你还给我嚣张？太大了，那东西卖掉了。嗯，我感觉我要开出什么厉害的东西了。把火熄灭，出来吧，皮卡丘！哎，头盔，红色的头盔，看一下给什么效果。哦，哎哎，这个头盔不能戴，会随机传送的。我还以为是那个啥无限复活的，会随机传送的。给他给的血量满屏，卡了吗？你开始投了没有啊？我没开，我刚刚在炸弹啊，把我炸到天上去了。哇哇哇！千万不要给头盔，要去给一些厉害的武器。哎，鞋子，这个鞋子应该没什么关系吧？跟那个头盔是一套的。我的天哪，这移动速度！算了。哇，裤子，我终于开到小裤裤了。啊！感受黑暗法暴影了。被我打死了吗？不，我被打死了。我在天上飞，然后摔下来了。你被打死了？我没有死，我被你打上天了。那梦影龙被我打中了吗？没有，他还活着呢，还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真的好棒棒呀！怼他！不要给我面子，怼他屁股吗？哎，这个东西先收集，看一下、啊、我深刻体会到这些爆的什么宝石啊之类的东西，可以合成装备的东西一定要留着。对啊，说不定讲不定你是扭转战局的东西呢。对啊，土豆算了。我的天哪，这么多普通的幸运方块，这衣服没什么效果。哎，这什么衣服啊？效果好差。哇，你开到哪去了？我开到上面来了呀。你速度这么快的吗？因为我原来没开到啥东西，我到现在连双鞋子都没有。你看，这莫雨龙他根本就不敢过来惹我。嗯，他可能是害怕畏惧你，对，没错。开炮！低了一点，开炮！嗯？哎，我怎么跑这里来了？发生什么？你刚刚是怎么回事啊？我莫名其妙的就传送过去了。我也被莫名其妙的传送过来了呀。搞什么灰机啊？就没卡。那是末影珍珠传送过来的，然后不是先 TP 你，然后又末影珍珠传送过来的。你 TP 我，为什么我带着传送嘞？我不知道呀，可能因为我长得可爱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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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好玩耶！这个龙蛋会不会被炸飞啊？你还有新方块，你就不开了？我没有啊，我开呀、啊，我没说不开呀、啊。我先来看一下你有没有开出什么好东西。我好偏执，我现在没有鞋子。我就只知道你。哥哥，我在你面前，你那边捡到了一双鞋子。捡到就捡到呗，反正我吃的这些东西特别的。哎，什么东西？这啥？
这应该是那个什么弓，看一下丢什么啊，这个东西。哇，这把弓之前没有开出来的，之前没有见过的这把弓。哎呦，我怎么又瞬移了？不知道，应该是你上穿的装备的问题了。我没穿什么特别变态的东西啊。我也没有打你啊。哇，你现在是无敌的。哎，我是无敌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哥哥，我开到了好像跟你差不多那个右键一下你就洗掉掉的那个键。黑钥匙。哎，这个东西怎么看上去有点像是猪鼻子啊？真的有点像是猪鼻子哎，这个东西。哎，我怎么又瞬移了？那我觉得比较适合我。我怎么又瞬移了？我、哦、这个头盔，这个头盔跟我身上戴的这个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两种，这两种，我觉得这两种幸运方块根本就比不出胜负，对吧？你觉得呢？嗯、是的，我也觉得是，因为太变态了。各有各的千秋，分不出来，分不出来哪个弱。一道闪电把我东西劈没了，真假的？真的吗？嗯。哎呦，对不起。没关系。我不是打你，我谁跟你说啊？你想多了吧你？哎呦，我咋又传送了？真不是，可能是我穿了什么衣服，但我一直穿的都是这些啊。好好好，又有什么厉害的东西要来了？来了来了来喽，他真的来喽！鞋子，这鞋子算了。小僵尸 ，See you goodbye。这个蓝色法杖好菜。哦呦呦呦呦呦！发生什么、啊？鞋子啊！瞬间卡得一塌糊涂。我改了一堆的怪，又来了，哥！我觉得我最后几个可能是真的是倒霉100%的幸运方块。哥哥救命！哥！懒得理你，你不是有武器吗？叫个头啊！普通幸运方块，这个什么蛋？蛋能放出？哎呦，哎，哦，应该是我身上有什么效果，然后附近的生物都给它吹。哎，我刚好像看到一颗爱心，下去看一下。这个星星，一颗星，咋了？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在闷声发大财呢。我还以为卡了呢。我觉得我卡了，我会不说话吗？游戏卡了又不是我卡了，我是机器人，对，没错，其实我是机器人。其实你是一坨屎。你才是一坨屎呢。曾经的屎啊。嘿，你看，我觉得是你附近有什么效果吧？你看，它都升天了，正好不用我出手。我这个又细又长的剑，我看一下把什么东西丢掉。哎呦，谁打我？你怎么炸了，哥哥？你怎么原地爆炸了？我的武器呢？你怎么原地爆炸了，哥哥？我的武器呢？我不知道呀。是不是挡我啥？是不是挡我啥？哎呦，别把我跟你相提并论。我怎么了？我这么可爱的，我怎么就不能跟你相提并论呢？啊，你不能跟我相提并论。对，你长得丑，快走。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就赶紧跑。对，在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猪是长得特别漂亮的一种物种。你才是猪呢，哥哥！你看我头真的是好抬。这个那个，你们期待的结局知道了吧？陈朗已经坏了，所以就这样结束了吧？你们真的是搞事情啊！看热闹不嫌事大呀！我的天哪！不过我喜欢，特别喜欢。
好了，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